那么现在应该说这几位选手都比较轻松的抓起了170公斤。对，白俄罗斯选手塞尔海伊拉汉，这是171公斤，也是他最后一次试举。对，成功了。好的，将在已经结束比赛的选手当中呢，目前是白俄罗斯选手塞尔海伊拉汉是排在第一位，对，171公斤完成了。